上世纪八十年代，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，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，人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。然而，伴随着发展，一些犯罪也在悄然发生。因此，我国进行了数次严打。在这场与犯罪的斗争中，社会逐渐回归安宁。而其中那些犯罪分子的悲剧人生，也时刻警醒着人们。谁的白发换半生风浪，在我跌跌撞撞，谁在酒里笑真情荒唐，藏下今朝的伤，谁用沧桑揉抹心底霜，难掩一盏枯黄，谁等念念不忘的回响，人生漫漫路远梦长，就那会儿，八十年代、九十年代，国民经济好像稍微好转一些了，人民的购买力上来了，这个各种走私物品也就全都来了。你像我爸那几个案子吧，香烟、洋酒、手表、电视机、电冰箱、汽车，无所不有啊！我连我带一块 BB 机也是走私进来的，差点扣一月工资。只要是能卖钱的，他们全倒，什么值钱他倒什么。而且，这个走私集团和走私集团利益冲突的时候，他们都可以互殴啊。哎。这谁发明的？这是啊，他，哎呀，腿怎么样了？藏不了吧？哈哈，想得美，不就是断了根筋吗？你残了，我也残不了。是，你厉害呀，一马当先。哎，你这个人，得了便宜还卖乖是吧？等你们进去还抓得着人吗？人早顺着阴沟跑了。行了，别在这儿耗着，赶紧回去工作吧。你走不走？你不走我走。哎，啊，干嘛去啊？憋不住了。哎，在这尿吧，我不看。我出去溜达溜达，你把这放床上干嘛呀？给你别动，我自己能走啊。哎呀，来，民江这案子，谢谢你带着我。哎呀，你啊，出
除了有时候拎不清，其他事儿还可以。以后踏踏实实干活吧。啊，你之前写举报信的事儿，这都过去了。啥事儿啊？怎么着，还不认呢？想整我可以，别来不来就写个举报信，下作。不是什么举报信呢？看什么呀？真不是我。不是你是谁？我哪知道是谁呀？别碰我，肯定是你写的。小狗写的行吗？好，狗写的。对，谁写谁小狗。好。先生，你不能进去。左总，左总，左总，我跟他说了。哎，彪子，货已经接着了，正回去路上呢。放心吧，没事，先挂了啊。啊，王爷，接着说呀。啊，对对对对对，我刚是不是说彪子那块了？对对对对对。我给你学啊，坐板凳，咔，把这封盖封扣给系上了。我已经有红梅了，哎呀，红梅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彪哥，你清楚你。你那个怎么样？我那个呀，好，不是我跟你吹啊，我那小姑娘长得那叫一个漂亮，我腿可长了，你知道吗？二话没说，啪一把就给搂过来了，搂我怀里。王爷，王爷，啊，这车跟多长时间了？有一会儿了，一直跟着咱。前面掉头，看看他还跟不跟。我是警察吧？看点路，看点路，前面，前面，咱们那儿右转，右转。哎哎哎，不行不行，有车有车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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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左边，走左边。我操，那边有！停停下，停下。恒爷，这好像不是警察呀。哟。大晚上的绕来绕去绕什么呢？寻宝呢？赶紧通知彪子。哎呀，别害怕啊，今天只截获不伤人。彪哥，咱们的货被新调的给接了，怎么办啊？宝哥，您在这行势力大资历深，这回彪哥的事儿只有您能帮忙了。货丢了还拿出这么多钱，家底儿挺厚啊。呦呦呦，宝哥，您说的这叫什么话？婷婷，快给宝哥把酒满上。宝哥呀，我们呢都是刚进这行，没什么经验。您在这行呢，那资历深，我们以后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，那都得虚心向您讨教，是吧，徐总？宝哥，每行有每行的规矩，您是前辈。之前没跟您打招呼，恕我有失礼节。这回来找您，是希望您能帮我把刁总约出来，就我跟他这个事儿，从中做个调停。既然你们拿我当前辈，那就听我句劝。刁宇这个人心狠手辣，既然他能出手劫你的货，那想必他已经没有心思陪你继续再聊什么了。谁的白发换半生风浪，在我跌跌撞撞，谁在酒里笑真情荒唐，藏下今朝的伤。
谁用沧桑融入心底上，难掩一盏枯黄。谁等念念不忘的回响，人生漫漫如圆梦长。有的是因为我当佛爷偷东西，屡教不改；有的是出去跟人查价，虽然没亲自给人扎死吧，但也动手了。后来呢，就因为倒货，那会儿我们从广州，您知道那会儿那电子表啊，那会儿从广州进才12、13、14、15，当时我们拿回来以后。给商场给他35，他在柜台上买80，你说这东西有多的力啊？可是那会儿我们全成麻袋的往回背，电子表，还有那个电视机上的那些原件，还有后来那会儿就开始有电脑了，电脑上那些配件什么的，大部分都是我们给倒过来的。谁让咱们年轻那会儿在不断的犯错误，不断的干错事呢？接受惩罚，这也是应当的，应当。安菲萨，安菲萨，小朋友又等人接呢。